是会多少？OK，有些这个回报不一定是说你投资100万，可能你就回报一定是10%，不是不一定嘛。哦，你要看市场，哦，你也要看风险，然后每一样同事你也是要知道，你也是要知道它的风险在哪里，它的压力在哪里。当然，你要拿到最高的回报，当然是风险就越高嘛。哦，大家都是认可的。当然，你要是知道你的回报周期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OK，能赚多少，然后可以赚多少久，哦，最重要的就是在选择方面，最重要在选择方面。当然，当你选择回报的周期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投进去的投资，你投资的投资，它给你的回报是长远的来讲，你就要选择一些比较适当的，可能太新的一些项目，可能就会比较快死掉。哦，然后一些比较人家讲奚落的一些项目，它可能就也是很快的，你就拿不到你的回本。哦，就好像比如讲之前在7、8年前吧，我在马来西亚很多人喜欢投资那些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刚开，可是珍珠奶茶那时候是还对不对事？我在马来西亚来讲，开珍珠奶茶的这种分店也是不合适的时候，可是珍珠奶茶当时火了一下子，到1年之后就已经死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项目。可是，当这个项目走了3、4年的时候，你看3、4年前的时候，突然间它又火起来了，因为不同的国家也开始在火着这种珍珠奶茶。可是珍珠奶茶就已经跑多2、3年，然后每个人都赚了很多。可是你现在你想你要投资珍珠奶茶店吗？确实不是时候，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在走下坡了。所以在投资方面呢，你也是要看到你的回报，你要回报的周期哦，你的回报的性质是什么？当然，当你投资一样东西，你是要看它的投资未来的发展，它是不是属于长期的，然后这个投资会不会带你给你另外一种的收入，除了你投资盈利，会不会带给另外一个收入？OK，第五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们必须要知道你所有的投资的风险是在哪里。哦，在哪里？因为风险实在太多了，有很多不同的风险，就是各种的投资有各种不一样的风险。哦，就是包括政策啊，包括好像现在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好像这个疫情情况，这是间接的影响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投资。OK，我觉得这五样东西大家都是很认可。我讲这五样东西就是说，我要给大家知道是说，现在在这种疫情，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在疫情的时候呢。什么东西是必须要投资，什么是必须要是不能投资的，尤其是旅游行业，所以这些是不能投资的东西哦。有些投资可以什么可以在家里做的东西，就是比较适合的一种投资。当然，每个人知道投资基本要的是什么哦，必须要在趋势在风口的投资，就是说现在在流行的什么，哦，这流行会流行多久？OK，会流行多久？然后必须要是稳定。可以走长久的，一定可以走长久的。然后每个月必须要有不错的合理回报。我讲的合理回报，不是说你放1万块，你必须每个月赚几万块的，那是不合理。就是你要拿一个合理的回报。然后第四呢，就是资金是必须要安全的，然后必须要安全的。然后你资金是必须要有伸缩性的，就是说你投资的东西，你容易变现嘛，你容易把这个钱拿回来嘛？哦，你套现的时候容易嘛？哦，就好像你投资在房产，如果要近期里面你需要一些资金的话，你确实是很难做套现。所以你要必须知道你的投资的性质是什么，你需要这笔钱的，还是你不需要这笔钱的，是来你决定你用的是什么投资。对，然后最后呢，必须要如果是说好像一些投资有推广奖金这些东西，必须要是没有泡沫的合理推广奖金制度。哦，你才可以去参与。OK，我讲这些东西呢，就是说，近期最火爆的是什么？现在近期人家在讲的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比特币起的6万多，然后又回调到3万多，哦，现在又慢慢起来了。这什么？我讲虚拟货币嘛，虚拟货币是确实现在是新的一个风口。你讲它是新的东西吗？它确实不是很新，因为比特币已经在2009年已经是开始。有这个比特币了，然后2015年以太坊开始进来，所以这已经是属于很成熟的一种的货币。然后你讲它会没有吗？可是它不是不会没有，虽然是说很多政府现在在做打压着这种的货币，可是这种货币是永远打压不到的，除非这个
市场上已经没有 internet，就是没有网际网络，你才可以没有虚拟货币。那虚拟货币所走的这个区块链制度，未来呢是一个趋势，未来的趋势，每个国家都开始在研究怎样把它的国家的货币区块链化。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长期，很长期的一种投资，现在才是刚刚开始，现在才刚刚开始。我所讲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推荐的，就是一些量化交易系统，是量化，只要是量化，你的虚拟货币可以轻松的带给你一些利益，轻松带给你利益，轻松带给你一个收入，这个收入是属于合理的收入，合理的回报。好，OK，我们现在讲洛克云的智能的交易量化。在市场上有很多这种的量化机器人，哦，很多量化机器人。为什么我们会推荐洛克云呢？啊，不过因为它是比较安全的，它是属于比较安全的。就我这样讲安全呢，你的资金是怎样是属于安全呢？因为资金我们全部都是放在交易所，全部都是放在交易所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在跟着货币网，哦，正在跟着货币网。去做一个连接，哦，这样货币网连接，所以货币网是全球里面是第三大的一个交易所，所以它是很安全的，就是好像你把钱放在你的银行，所以永远人是不会动到你的钱的，你只是授权这个洛克云的量化系统去帮你做一些量化交易，OK，然后每一个数据都是真实的，当这个量化系统当你做一个交易的时候呢？你的货币网所看到的数据是一模一样的，跟你洛克云的 APP 手上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样，是同一个时间，就是会看到所有的明交白。易和清楚的交易。OK，然后我们用的是一种这智能策略，是用这种智能的策略，就是它会以现在目前的情况、目前的市场哦来衡量所有的交易。所投资的数额，所要做的那个监控都是智能化的，而不是个人去操作，所以是智能化。我们有不同的数据，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数据库去来分析目前的市场，到底会怎么样？然后我们用不同的策略去应付这个市场。OK，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个叫做智能保护，一个智能保护。就是当一个暴跌的情况出现，还是一个熊市出现的话，我们会怎样保护我们的资金？就是说，我们的资金，以免我把我们的所有的资金给套住。OK，这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洛克人这四大优势，四大优势。然后操作也是超简单的，因为这是我们设计给一些比较不熟悉的人，比较不熟悉，因为不同的交易系统的不同的交易方式呢，确实是不是这样简单的。哦，讲马丁技术啊，讲网格啊，讲什么渠道套利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这样简单的去操作，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模式，你只需要选择是容易的容易的选择你所要的东西哦，所要这个东西就可以了，所以对一些新手来讲呢，其实确实很容易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永远不会爆仓，为什么呢？因为投资的东西呢，都是以现货投资，而我们不买那些就是说杠杆啊、期货啊这些东西，所以你永远买的是现货，永远都是买低卖高哦，就是没有爆仓的机会，没有爆仓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在十二大优势里面的最前六大优势。OK，像我们的那个洛克云呢，到底跟其他的交易系统有什么不一样呢？OK，在市场上呢，95%以上的系统都是用马丁技术，OK，马丁技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马丁技术是什么的。马丁技术，如果说大家对赌博会比较有一些经验的话，大家都会知道什么是马丁技术。马丁技术可能人家就讲一二四八十六嘛，就是你去赌场的时候，你再输1块钱，你再就在下一场你再压2块，再下一场再压4块，再一场再压8块。所以这个马丁技术呢，是确实是很容易。给你赢钱的，还给你赢钱的哦，这个还赢钱，所以很多赌场都是以防人家用马丁技术来去做这个赌博，所以他们就设置了一些就是说一个限制嘛，所以你马丁技术是不能用，所以
在麻醉技术也是很常见，是用在那些股票市场啊、二级市场啊，哦，还是虚拟货币市场啊，哦，还是外汇市场。所以麻醉技术是确实是很好用，可是麻醉技术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必须要很大的资金量，哦，必须有很大的资金量。然后呢，它必须是在很好的牛市，你才会看到很不错的效果。OK。我们 Lockcoin 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 Lockcoin 盈利的原理其实是不一样。我们开始会平头上单，然后我们会有网格的因子，可是完全不是走网格的路线。我们同时也是有马丁的策略，可是我们不是完全走马丁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氪金技术就是底部套利。当一个熊市到来的时候，所有的币在上面卡着的时候，我们在底部会各自出单。给你带来一些利润，而不是其他的那些机器人。就是说，当你卡单的时候，你达不到这种平均价，你是完全套不到你的。所以，我们的一个技术是比较一些比较比其他的特别。95%以上在市场的所有的机器人，包括Royal Q 啊，包括那些小树啊，他们都是以马丁技术的。哦，我们是以不同的技术，我们的策略比较不一样。OK，我讲一讲马丁技术吧。可能有些人不比较不熟的马丁技术，大致上大家你可以看，如果当马丁技术，比如讲，就是以就是1000 USDT 来做一个计算，USD 1000 USD 来做一个计算，最安全的一手单呢，就是10U 嘛，10 USDT。当市场跌的时候，哦，市场跌的时候还是在市场跌的时候，它就会补单。哦，十再补就是补一倍嘛，这是倍投嘛，这十变二十，二十，然后如果再跌的话就变四十，OK，四十是再跌，如果当它回调在它的平均价，它就出单嘛，它就出单，就是把这三张单全部出到完，在出单的同时它就买进，然后它出单是买进，然后它又跌，如果它又在涨的话，它又出单，在出单的同时它又在买进。这是在牛市，所以在牛市里面呢，确实马丁技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对，但如果它从牛市进熊市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它的补仓的情况就是越补越大，就是10块、20块、40块，啊，80U、160U、320U，当320U 的时候呢，已经补了五单嘛，啊，说总共已经用了630个 U。总共已经用了630个 U，就630个 U 来讲呢，这里已经630个 U 了。所以630个 U 大致上你1000 U 的户口来讲，你大致上都是用完了。如果在跌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完全如果在跌的话，完全它就补不到单了。这个640它就没有本事再补了。OK，如果再跌就补，必须要补的是1280，然后1280，所以。因为马丁指数在一个熊市上面呢，它是很难补超过五单的。OK，以1000的 U 来算，OK，它必须要怎样才可以出单呢？它必须从低点跑到这个平均价，它才有出单的机会。OK，这是在你在用一个马丁技术的机器人的情况之下呢，你就会卡单，哦，你就会卡单，卡到这个是回调到这个平均价。你才可以出单，对，这就是其他机器人所用的一些马丁策略，马丁策略，对，这样我们就看我们的有什么不一样，OK，看我们的有什么不一样，OK，这就是 Lockin 的技术，OK，Lockin 其实这个我是用一个寂静的一个寂静的策略，OK，Lockin 呢它是这样的，第一单10块。20U，第二单 10U，OK，第三单 30U，OK，30U。当在牛市的时候，如果有一涨到平均价，它就出。当它出单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同时进单的，它必须看市场，哦，市场跌了再回调，它才开始进单。所以这有一些不一样哦，市场跌了再起，它才开始进单的。哦，同样的话，如果是说再起的话，也是一样。出单了之后再回调再进单，OK，当从牛市进入熊市的时候，就是我们会看到
我们所用的资金量比起其他的机器人会来得少。我们第一单是十，第二单是十，第三单是30，第四单是60U，然后第五单是120U，第七单我们会回调回三十，回调回三十，因为我们这里会开始做一个区间的套利。为什么回到三十？啊，从共啊跟刚才的马丁技术比起来，总共五单我们才用了260个 U，比起之前的630个 U，哦，这是少了60%多，哦，60%多。然后如果再跌的话呢，就是120，哦，再补单120，再补60，OK。这是就是我们的技术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会在做底部套利。当底部有一个回调的话呢，这一单60呢，它就会出掉，它就会出掉。OK，再涨的话呢，这120它会再出掉，它会再出掉。OK，当这个是因为它在熊市嘛，熊市有一个震荡期的时候，它就不会马上起到这个平均价，所以这些之前的东西还是在卡着嘛，之前的东西还在卡着，还起不到平均价。可是，当在这个熊市做震荡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底部套利哦，60个字出单，然后120个字，如果它再跌的话，我们再补回120，就是补回这一张单哦，然后再跌的话，我们再补60，就是补回这张单。OK，哦，如果是四再调回来，然后就各自这个出单，这个出单，然后这一个出单，你看到吗？所以我们的技术呢，在同一个牛市里面，那个马丁机器人他们是开始在卡单，在卡单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是开始就是没有一些盈利，确实没有盈利。可是我们还在这个区间里面呢，我们还是在套利的。虽然是说套利也不会多，可是我们长期套利来讲呢，会比起你完全没有套利就会来得多了。就当一个熊市走完的时候。当熊市走完走进牛市的时候，当它达到一个平均价，我们也是整体也是出单的，整体也是出单的哦。所以这个就是跟那个马丁技术是一模一样哦。我们是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可以各自底部出单哦。同一样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是用一千U 来做衡量的话呢，我们确实是。会进的比较他们多了。OK，大家就我们就做一个比例吧。就做个比例嘛，就是这两个比例。OK，当马丁机器人从第一单到第六单的时候呢，从第一单到第六单的时候呢，它已经是总共已经用了630个 U。洛克人只是用260，OK。当第七单、第八单、第九单，OK。但到第九单的时候，马丁机器人需要的是5110 U，可是洛克人还是只是用到的560 U。所以做什么，洛克人可以承担到13张单。洛克人可以承担是同样的1000 U 的资金，1000 U 的资金。洛克可以承担到13单，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优势是在这里。哦，我们的优势，我们可以用比较小一点的资金赚到我们要的钱。哦，我们不需要投入这么大的资金。如果是说你用马丁机器人的话，你是必须要很大量的资金才确保你的单得到比较好的一些收益。哦，我们其实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九单，我们才用了560，我们还剩下一半。我们还剩下的一半的资金，哦，可以再做补偿的，就是补偿的作用。还是我们看到一些是比较不一样的话，当我们回调回第五单的话，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策略。这是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再看下一张。OK，这是之前我们的一些交易记录哦，我们就是给你看一些交易记录。当你看到补到第五单，OK，当补到第五单，我们在补第六单的时候，你看当第六单
已经获利了之后，它就会各自的把第六单给出了，各自把第六单出数。当它是在跌的话，它就再补回第六单，再补回第七单。OK，补了第七单，它就补第八单。OK，当第八单当有事有一些回调，它就各自出了第八单，然后再补第八单，再各自出第八单。你看到吗？这次就是我们的优势，然后再补第八单。如果是还在震荡期，在震荡期，OK。当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回调，然后第八单就从这里出了，再出，OK，再补，OK，再出。你看，在其他机器人里面，在这一段时期肯定是已经卡了，卡住了。可是我们在同一个时期，我们已经盈利了5次，一二三四五。盈利5次，在一些比较中等的回调，我们把第七单都出掉了，第七单也出掉了，然后把第六单也出掉了，可是其他机器人怎么样呢？其实机器人还在卡着单，所以在这一两天里面，这是23号到24号这两天里面，其他机器人还卡着单，可是我们已经出了七张单，我们出了七张单，这是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大家都是机器人嘛，一定一样的。所以机器人大家就是不要有一个误解，就是大家都是用同样的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就是有不一样的设置，就是看你的技术到哪里，然后你的技术到哪里，然后你去做，不一样的这东西。对不起啊，新燕没有声音啊。没有，我刚才已经处理了，我处理了。是这样，OK，所以就是看我们有一些相差，就是第八单，我们已经出了七单，可是其他机器人还在卡着，这是我们的一些不一样，这是我们的不一样。OK，就是说比其他机器人的时候，同一个时间，他们卡单，我们收益。如果一个长期做一个长期来讲呢，我们的收益是完全比他们来的很多很多的，这就是我们的优势。OK，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有做自己的风控，所以呢，就是如果每个人就跟着我们的风控的话呢，卡单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少，然后我们的资金就会足够去弥补你所卡的单，然后给你一个底部套利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你要跟着我们所做的一些风控，所以确保你所做的单就会有一些盈利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方法去做调整就是有些人就是说，哎呀，机器人嘛，我自己调，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是对的，可是当你的资金量不够去做你的候补不做你的补单的话呢，你下面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各自套利的话呢，你就是达不到的，因为你必须要补到第六单啊，第五手、第六手开始，他才会跟你做一个底部套利，所以你必须要遵守我们的一些标准，就是首单的标准就是很简单嘛，就是说，比如讲就是1000个 U 就是保守的一个币如果你有后续资金的话，你可以用2个币，可是首单也是必须10个 U。曾经有个大家都跟我讲。我放1000，你才叫我首单放10个 U。我说你必须要知道，当你在补仓的时候呢，10个 U 加一些马丁技术所以它的单会滚越大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1000 U 是要给你有后备资金去补的去补再给你去建仓。你一有建仓，你建越多仓，你有一个大回调，你才会赚到一个比较大的钱。而不是你首单你下大大，你就以为首单大就可以赚钱，也会不一定。当一个跌势的话，你把你的所有的资金卡在里面，你也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你有一点点好过什么都没有。所以慢就是快，快就是慢，这意思有些人理解，有些人不理解。OK，这些就是我们一些比例嘛，我们一些比例，我们跟其他的软件有什么不一样？我看是有些不一样。OK。下跌补仓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下跌在补仓。OK，我们下跌的补仓，其他机器人是这样的，它已经设定好，还是你可以自己去设定
你所补仓的差点是多少？哦，你是补仓差点，可是洛克人是不需要的，因为洛克人他有自己的数据，他会根据大盘的走势去补仓，它是智能化，它是没有规律，它可以自己操作，所以这个就是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然后也同时也弥补了我们一些对一些技术的不了解。哦，因为他们很简单，我们只需要选择我们是要做文件的，还是要做寂静的就好了。哦，它这后面的智能分析呢，系统它就会直接跟着市场来做分析，来做补单。哦，这就比较容易操作，而不是其他软件你必须要去各世界操作，然后你操作不对的话，你就很快就卡单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瀑布走势，我不知道你们明白瀑布走势，不就是说。突然间跌嘛，跌了很多，跌了很多。OK，如果是说以其他机制来讲呢，就是因为你设置嘛，比如讲 OK，你设置下八个点，回调0.8个点，你就补单嘛。OK，当一个瀑布走势的时候，当它达到这个情况，它肯定有点补单的，因为它你设置的嘛，你叫它补了嘛，它不是跟你补了哦。可是洛克人不一样，当他看到这种的恶势的那种的瀑布走势呢？它就会各自调整它的点数，它各自调整数，可能一下子下了10多点，它可能回调不是0.8了，可能它是回调就是1点，可能回调2点，它才给你补单哦。所以它是智能，它就是防爆，就是不可以就是不给你补很多单，不可以补很多单，然后你就有过后面就是有后备资金去弥补哦，去弥补你要的东西。所以因为你在你越底部你买的价钱就越低嘛。OK，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平仓的优势，就是说我们底部会出单嘛，哦，其他币就是没有啦，就是跟你买，然后你就套住了。OK，我们就是可以底部出单，哦，我们可以底部出单，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当你上面的单在卡着，当你遇到一个熊市，我们底部还是有出单的能力，哦，给你赚到一些收入。就是不会把你的资金全部卡死在里面，全部卡死在里面。OK。第四呢，OK，本金配置，本金配置是你所有的资金，你所有的资金，OK，你所有的资金，它会洛克人会智能的帮你去做一个配置，做一个配置。当下到第十单的时候，他们会根据你的资金去配置，你大概是要补仓多少？哦，刚才要补仓多少？而不是其他的软件，其他的软件它是以你的设定来补仓，哦，可是你想要补到第十仓，其他软件确实是不可以啦，然后就不可能补到这样多仓的，所以我们的智能它就会自动用你的本金余额来去计算你必须要补多少仓。OK，第五呢，其他软件是有收费的，哦，是有收费，有些是收年费，有些是收月费，OK。可是洛克人呢，就完全没有收费，OK，我们完全是没有收费，我们只是帮客户赚到钱才扣取手续费哦，我们不赚任何的那个什么租费，因为租费对牛市你是没有问题，可是对一些熊市来讲是确实是不公平，因为当牛市的时候你又用马丁技术，大致上你的钱都已经卡在里面了。可能你卡两三个月，两三个里面你就是完全就是没有赚到任何钱的，可是你还是必须要付那个月费还是年费，哦，这是对一些用户是比较不合理的。可是 Locking 确实是没做这个，完全免费安装，我们只扣取手续费，当顾客赚钱。如果顾客没有赚钱，我们就没有收任何的手续费，所以我们的手续费也是属于市场合理的手续费。OK，第六个优势呢，就是我们把我们市场的手续费88%做给市场奖金，然后市场的奖励，给市场所有给推给所有的领导人啊，推给所有的直推人啊，这些东西，我们把88%用在市场奖金上面。OK，其他软件呢，有些就没有，有些就给的比较少，然后有些 TB 又有不同的要求。可是我们确实是没有的，我们就直接把所赚来的30%的手续费的88%分去给市场赚。OK，第七个优势呢，就是
手续费分红，OK，在目前所有的机器人，在市场的所有机器人，没有一个机器人是有跟交易所有合作的，而没有跟交易所有合作。可是 Locker 就不一样，OK，Locker 是跟火币合作，跟币安合作，他们是一个合作伙伴，合作策略伙伴。OK，我们所有量化的手续费呢，火币是给我们分红的，哦，我们是拿40%。40%所有的手续费，当你做量化交易的时候，每一个交易它都有手续费嘛？OK，它的手续费呢，我们是Locking 是呢40%，然后再跟币安合作的话，币安是我们五五对分的。OK，然后这些手续费我们拿了做什么呢？Locking 拿了这些手续费呢，50%的手续费呢，它是分去给市场四期领导人，OK，给四期领导人，给四期领导人可以发展他的团队。哦，可以发展他的团队，哦，就是，Locker 跟其他机器人的不一样，他很大爱，他把所有的钱就是分发给市场上，就分发给市场上，跟完全市场上的机器人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因为很多人都讲，机器人都是跟那个什么交易所合作，肯定有些什么东西啦在里面呢，确实我们。机器人是确实是没有的。其实机器人是一个很安全的一种工具，很安全的工具。因为当你绑定那个叫什么那个交易所的时候呢，你是授权给机器人绑定的啊。不管是其他机器人好，还是 Locker 机器人好，都是一样的。你是授权从你的货币的 API 里面呢，你是授权出来，就是授权给 Locker。他替你交易，他可以看到你的户口，OK，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就是开了一个窗口嘛，就是开了一个窗口给洛克人还是给其他机器人，可是洛克人就跟其他机器人多了一个不一样，这个我没有写在这里面，就是一个第八样，就是它的安全性，这 API 的安全性是跟其他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当绑定那个 API 的时候呢，洛克人是把他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器所有的 IP 地址是跟你的 API 绑定，是跟火币绑定的，那是跟火币绑定的。当你在做绑定 API 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提示，好像一些就是说警告，就是说你最好是可以绑定你 API，你最好是可以绑定它的 IP 地址。可是目前我用了大概是五六个不同的那个机器人吧。没有一个机器人是给你它的 IP 地址的，只是 Locker 就是不一样，所以 Locker 就是一些比较特别，它就把他们的服务器给绑定，再跟火币网绑定，这样的话你的 API 就相对的比较安全啊，就是你被人家攻击的时候，人家是用别的 IP 地址去攻击的话，它是不可能动到你的户口里面的一些资金的，OK。所以我想给大家知道一下，可能不知道大家会对火币有多了解了哦。我可能给你看一下，到底火币是在市场上是排名第几？一下子哦，OK，等一下我分享一下这个，你看一下这个。OK，这是 CoinMarketCap 啊，CoinMarketCap 哦，这是看到的，就是那个 exchange 就是交易所的那个排行榜啊，哦排行榜，OK，你有看到这里是，看到这里是 spot 啊，OK，spot 就是现货啊，这是买现货的，OK，哦这是买现货的，OK，你也可以看到货币是第三的，OK。我这边是排第三的，然后这是24小时的交易量，OK，这是排第三的，OK，然后接下来就是 Binance 是排第一的，知道吧？OK，所以它的，你看它的 score 8.9、8.8，OK，然后这个 Coinbase 是属于美国的，然后是属于美国，它已经上市在纳斯达克。然后如果你们有一些跟着那个美国的纳斯达克，你会知道 Coinbase 已经上市了纳斯达克。所以你想现在。虚拟货币，安全吗？安全也是不安全。
安全就是有一些币是很安全的，可是也是有很多一些垃圾币、一些空气币在市场上，所以选对的币是会影响你的那个交易的哦。所以洛克已把这个风险已经做好了，我们已经把好的币选出来了，你们只是需要选择从这个好的币里面选择你要投的币种就好了。这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已经想到这一步，我们以防人家就是投带一些空气币，然后你把所有的钱给亏完了。哦，这一步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已经把一些比较安全的币，哦，我们叫做就是说蓝筹股啊，就好像人家讲的蓝筹股，就是把这个一些好的币选好了之后，同时我们也把所有的币做了一个分类，做了一个分类哦，不同的种类。然后主流币啊，次主流货币啊，这些比较好的，可以给一些如果要一些比较安全性的，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主流币嘛。然后主流币就是Bitcoin 啊，那个 Ethereum 啊这种，哦 DRX 啊这种的主流币啊。然后次主流币就好像UOL 啊这些东西，OK。所以就是我们已经替所有的投资者想好他们要的方案。他们只是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选择，啊，简单的选择，然后选一个简单的策略，然后选择一个简单的首单数额就可以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洛克容易简单上手的一个量化机器人，轻松赚钱。轻松啊，对，就是比较轻松赚钱，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在睡觉赚钱的，因为你当你开了机器人之后呢。睡醒就走。自己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一看今天有收益吗？这样就好了。没办所法赚以钱。啊，是超级超级简单的一个赚钱方式，就是赚钱。我就这些我看一下，确实。OK，可能我们要要求一下邀请我们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新燕老师分享一下好吗？我们新燕老师分享了之后，大致上大家有什么问题再提问好吗？然后关于如果是说一些人对做市场有兴趣的话，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那个市场的那计划吧，好吗？新燕你有在场吗？有在在的。，OK，谢老师，欢迎你，欢迎你，你可以做一些分享嘛，因为你是很有经验的，在这个 Locking 这一方面，你对技术啊，对操作啊，都是一流一流的。我在车上，听到吗？哦，你在车上啊。大家好哈，啊，大家好。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金燕，来自杭州啊，刚刚呢一直在高速公路上听着 Jeffrey 的分享，非常的棒，我听到那个 Jeffrey 分享整个洛克云的技术啊，他是非常的专业，我觉得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市场领导人真的很开心哈。我呢，今天刚好是从公司开会回来，现在在车上，下着大雨。我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哈，我自己走进洛克云整个过程，为什么选择量化？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么多的量化软件中，我为什么会选择洛克云？好不好？首先一点呢。我16年我是做过外汇交易的，我这个外汇交易呢不是那种所谓的外汇资金盘，它是真正的打单，所以我呢是对这种交易数据啊非常的敏感的，一路走过来啊这几年呢确实也做过很多盘子，包括做马来西亚的拆分盘，艾巴迪啊就是怎么说呢？做动态的人都是可以赚钱的，但是做静态的伙伴的钱都伤痕累累，所以说伤了人脉，
自己的钱呢也没有赚到多少钱，即便你赚到一些钱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没了。其实现在最关键的，我们说就是你身边还有多少相信你的人在跟着你一起走，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后边的话，因为经历了很多的项目都是这样，来了又没了，突然间赚了一笔钱，过一段时间又没了。所以刚才我听到杰佛讲一句话是很对的，就是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很多的人赚快钱赚惯了，突然间就是可能说洛克云进来没有那么高的利润，也没有那么快的钱赚，可能会心里边比较着急哈。我当初我来了解洛克云的时候，我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是首先有一点，我说我再也不要碰资金盘了，我要走出盘圈，走出盘圈。放眼望去都是披着所谓的就是真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哈，都不好。但是我们总要有自己的判断来，就是看看到底就是符不符合我们的选择的要求哈。所以当初洛克云的时候，我是怎么看的呢？第一，首先我要选择的是量化，就是资金没有离开我们的口袋，在交易所，那么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咱们的钱没有离开咱们的银行卡，就帮我们赚钱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安全性没有问题。只要火币网不关网，只要比特币不归零，那么你说它的风险有多大？是会有风险，但是呢，不会有很大很大的风险，它不至于说让我们的钱啊，就是打水漂的风险。有没有发现哈、啊？我们现在很多的人进入一个怪圈，上半年投资，下半年维权啊，就是想啊，能不能给我哪怕跑了一半或者三分之一都行。对吗？但是呢，如果一个项目一旦没了，你不要说三分之一，你连十分之一你都逃不回来了，对吧？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做过好多的项目，钱都没了，结果交易所剩了一点渣，几千块钱，哎，后来这几千块钱他还翻身了，为什么？币涨了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做量化，因为我们量化是量化现货，而不是做合约，对吗？他没有爆仓这一说，他最大的风险就是莫过于可能会被套。但是呢，如果我们专业，就是首仓起步比例不要很高，那你被套了，老师的线超杰飞。那老师现在很差，先跟他讲嘞。谢谢老师，像刚才有一些断线的。现在好了吧？刚才有点掉线了哈。有点掉线。现在好了哈。对，昨天晚上还给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们这里的人所有人都赚钱。我说你要知道你做的是金融，既然是金融就要考虑的有赚有赔，有涨有跌，那才能正常循环。如果一个地方告诉你只赚不赔，只涨不跌，那么一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官网跑路，对吗？他没有印钞机，也没有美联储，他不可能那样子循环还可以循环得下去。所以往往我们想做真正的金融，很多人都说我想走出盘圈，但是如果带着盘圈的思维去来看，就是现在当下真正的金融，不愿意承担一点风险，那真的是没有找不到。好，这是一点哈。第二点，我选择洛克云的时候呢，就是选的就是交易策略，还有一点就是选择公司的模式。很多的量化，今年有几十家、上百家的量化公司，但是你去看看，$150激活，年费什么$200，月费有没有这种？有，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他很早进入量化，
$800激活的年费，结果两个月账号被套了，那$800呢没了，被别人分了。当初我选择的时候在八家当中去选择的，150的200的，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哪怕它是200人民币我都不参与。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考虑过一点，你把你的伙伴带过来，人家还没有赚钱，你把人家本金给分了。但是突然间有一天，或者是浮亏了，或者是他没有推荐到人，或者有的人他根本没有钱量化，只是为了做一个账号去推广，他也没有推广起来，他只会分享出去一句，就是说，哎，我也做量化了，但是呢，我没有赚到钱，我亏了200块钱，是吗？所以我说分别人本金的事我不干了。但洛克云这边我们充值了300U，对吗？300U手续费，首先有一点，他是做一笔扣一笔，他不拿来作为大家就是直接分掉的啊。前几天有一家公司直接关掉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手续费充值进来，当场就分掉了别人的手续费，等到后边浮亏了，没有钱赚了，大家要提现提不了，只有官网跑路。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量化公司都是一样的啊，也不是所有的量化公司都不会跑路的。虽然说量化挺安全的，资金在火币网，但是也有可能会跑路。你损失的仅仅是什么？你充值的手续费。但是对于我们做动态的人来说的话，如果我们推荐的人，然后这个量化公司跑路了，是不是又损伤了一批人脉？别人不懂的还说以为量化都是一样的，量化也会跑路的，对吗？所以这是一点哈。所以当时我选择的时候就是分本金的游戏我不干，只要是他拿别人的本金说有交月费啊交年费啊，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最终我们要考虑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客户赚钱我们才能更赚钱。我们是做动态的，我们要的是客户量。如果是我们的静态的伙伴，静态的客户不赚钱，就意味着人员不好推荐，容易流失，对吗？但如果人员不好推荐，容易流失，我们的团队做不大，我们也即便给你再高的奖金再高的制度也赚不到钱，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客户的利润有多少。洛克云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月利润做到5%到30%啊，它还有一个底部套利的功能。当时我去了解到这一块的时候呢，我就考虑了客户的本金安全的问题啊，就是交易策略。那么这个交易策略刚才杰弗瑞也讲了哈，马丁的策略它需要整体出仓，如果行情给力的情况下，马丁的策略是挺赚钱的，我不否定马丁的策略。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看行情的，对吗？但是如果一波下跌，如果下跌40%以后没有回调到前高，或者是回调到相应的位置，那么马丁的策略是无法出仓的，对吗？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有单笔出仓的？到第五单之后我们可以单笔出仓，但是这一点就很好的解决了什么？上面的被套我可以暂时不卖，我只要最后一笔可以出仓的话，那么就是可以在交易的过程中不断的赚回来的优来打平我们上面的喊浮亏。但是显示的浮亏永远都在啊，显示的浮亏永远都在，但是你盈利的钱已经拿到口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帮我们解决了什么？哎，下跌行情我们又囤币了，又赚优了啊。这个就是我去了解的时候是2月23号，当时在2月23号的时候呢，在那之前整个行情全部都很好，所有的币都上涨，找不到哪个币是跌的，唯独 BSV 给瑞波当时跌了65%，然后别的软件被套了20几天。而这边呢，就是我去了解的时候，于老师拿出来的数据是用了20几天的时间 BSV 给瑞波赚了1.5倍。 OK， 我当时想的东西给别人不一样，我想的不是顺势而是逆境。在逆境如果我们可以活下来，那么顺势我们一定可以超越别人。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只要它能有底部套利的功能，只要它在下跌65%的情况下，它用一个月可以帮我们的本金给我们赚回来，那么你说我们的风险还有多大？所谓的套牢是要看套多久时间，对吗？套3年也是套，套3个月也是套，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客户有利可图，客户的本金安全，是不是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团队好发展。只要团队好发展，你就就是你就不用担心你做不大。晚饭我们吃过了、啊、你们，所以这就是我对洛克云、哎、我们吃过了、哎、我对洛克云的就是选择，当时我就是因为这个选择洛克云。嗯，这个然后、我这边车上还有人，见个面聊一聊。嗯啊啊啊啊，那我去的时候报谁的名字啊？稍微等一下，我再给大家讲啊，这边他们在通话。好的好的。嗯，稍微等一分钟，我等他通话结束我再来讲。啊，那也行那也行。嗯嗯嗯。叶老师，到时你可以讲一下你的 Locking 的 APP 吗？啊，可以可以，稍微等一下，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账户，我手上有账户哈。嗯，好的。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静态可以赚钱，那么我们的动态更好做这一点哈。所以说它是一个良性循环。那么这一次519事件我们也都经历了，519跌了，主流币跌了50%以上，然后呢次主流有的一些币跌了70%-80%。在这样的情况下，洛克云还可以就是帮我们做到底部套利，然后其他的软件几乎全部都关网了。所以这就是我当时选择是对的。但是呢做洛克云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赚到钱的。我做洛克云的时候是前15天，说真的我才赚了34美金。当时别人是真的看不上，说一包烟钱，而我却很兴奋。为什么？因为我看懂的是一个交易模式，是一个金融机制，所以我很兴奋。当时我是去帮了我下面一个伙伴，在温州帮他上了一个中级经理，就是上了绿旗，然后我自己回来才开始，就是回来我自己才开始上绿旗哈。我用了是1个多月的时间，我是4月1号上了紫旗，就是上了最高的级别哈。然后也参加了公司的货币分佣，上个月的时间我们拿到货币分佣是拿了2400美金，这个月我们的货币分佣也拿了2400美金左右。那么下个月那货币分佣肯定少了，而且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月的行情不怎么好嘛。但是不管公司发展多大啊，它有多少金额的交易，未来它的货币分永远给50名社区分，所以就要看我们自己的格局有多大，我们自己的格局哈。做市场这一块，只要你的格局大，真的就没有问题。如果你们想看一下账户，我现在登录账户给你们看一下哈。所谓的底部套利，它的真正的就是在账面上的体现哈。你们还有，你们希望我给你们讲点什么，你们也可以直接就是提出来。好，确实啊，新老师所讲的逆势里面可以赚钱，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说目前大家都在一个熊市，在一个震荡期的时候还可以赚钱，这是确实是最重要的。很快的，对。还有一点我是这么认为的哈，就是他给我们的动荡的时间越久，我们赚的钱越多，因为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他的交易模式，他最后一单出单。对。如果说给你一个行情，你自己可以画一个图哈。如果行情像一座山一样，是不是在山脚下？就是在。我们都希望我们做的行情是我们在山脚下整个行情往上走，一直往山顶走，对吗？但是这样的行情，这一波的牛市是不是维持了8个月？不可能继续维持8个月，这就是我的见解啊，不可能继续维持8个月，因为它再怎么样它都需要洗盘的，对不对？对啊。但是作为我们做动态市场的人来说，
如果只给你就给你八个月的时间让你一直做涨势，你赚不了多少钱。为什么？整个牛市过来了，你会发现币涨了很多，你只是赚了一点现金而已，没意思，是吗？你的团队也没有搞多大，因为时间空间有限。但是你记住，什么样的行情最适合做动态市场？盘整行情，盘整行情时间越久，你做动态市场越好。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盘整的行情风险低，这是一点。第二，一般的情况下洗盘，它如果能从2017年给你洗到2019年，两年的时间，你的团队可以搞多大？你自己去想想哈。如果月利润可以做到，我不要说做到30%，如果一个月的利润可以做到10%、20%，你去想想前两年的外汇资金盘不断，是不是只有月利润10%？他们坚持4年，市场领导人也好，静态的伙伴也好，赚到上千万的都有。但是那还是一个资金盘，作为我们没有爆仓这一说，如果可以做1年、2年、3年、4年，我们是什么状况？这是你去想想这个中间哈，如果给你盘整行情两年，你的团队搞大了，大家都赚到钱了，然后你赚到的钱再做一批定投，下一波拉升，只要比特币高于这一波，你赚大了。所以说别人都期待着涨，我不期待涨，我最好它不要那么快涨起来，这么快涨起来涨到100万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没货，是不是？你没有筹码。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赚到了100万、200万的现金，你去卧底了一些优质币，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圈子里，是不是我们会有很多信息，我们知道哪些币的波段比较好，哪些币比较优质，哪些币热度比较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赚来的利润去作为一些定投？如果这样操作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定投再赚3到5倍出啊，我们用洛克云赚来的利润再去做定投，那样你就赚的更多了。因为你用利润去做定投，你的心态不一样，你不会急于啊一时的利润。你用利润去做定投的时候，你不要去看眼前的涨跌，不是涨跌的时候，你一定可以赚大钱。对，谢老师，现在是怎么一个适当的时期进场？对，现在大家是最好的进场的时期，最好期待它不要涨那么快，给你更多的时间让你去做市场，给你更多的时间盘整，让你赚够足够的筹码，然后在它涨之前你有货。对，要明白这个道理，在它在大涨之前我有货。所以现在我看现在在线上的全部人都是很渴望是看到。信燕老师在这2月到现在已经大市上已经赚了多少钱了？啊，好，稍等一下哈，我下来，我现在在，对，在车上到目的地了，到目的地了，对，好的，到目的地了，然后我，处理了，你们要看我静态账户还是动态账户？静态账户吧。好，静态的账户，我怎么跟你们共享屏？可以，你是在那个 APP 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分享，因为我们已经把分享开给你了。开给我了吗？对啊。我现在只要打开我的账户就可以了吗？你不是，你是你要分享你的荧幕，你是在那个 Zoom 的 APP 里面，你分享你的荧幕。分享你的手机荧幕了之后呢，你才开你的那个洛克云。我在找。分享这个页面呀。有个静音，它有分享，共享有个共享。共享，然后共享你的荧幕。哦，共享屏幕。屏幕，对，共享屏幕。啊，共享屏幕。好好好好好，共享屏幕。好，立即开启。就开启洛克云吗？就行了吗？现在共享了吗？没有，你没有共享到，你要点一下，去那个APP 里面，然后你在你
荧幕随便点一个，随便点一点，然后下面中间的那个，中间那个button， 那个绿色的啊，绿色的按键，你按下按下去就会跳起来，然后你分享你的荧幕。哦，按下去跳起来了，我现在按下去，然后点一下共享你屏幕，对，然后它显示说立即开始。啊，开始啊。投射。我就点立即开始哈。对。好，立即开始。现在我去登录账号，你们这个时候能不能看到？没有啊，没有没有。咦，我现在已经登录了耶，我已经点了共享。没有哦。哎，什么情况啊？啊 ，Jeff， 你那边已经是。啊，分出来给全部人了是吧？共给全部人。对对对，全部人都可以 share 的，对，没有错，谁都可以 share。我试给你看，我试给你看，如果是共享的话。拿，它就视频共享。那立即开启，立即开启，我点开启了。没有啊，没有啊。嗯，允许是吧？允许。啊，允许。允许，现在可以了吗？没有啊，没有。啊，那这样吧，我账号密码给你们。啊？我们可以进吗？可以进，好吧。没有啊，静态的，你进入，我告诉你，你去看哪一个币。OK， 好的。啊，这样的话我知道，我账号密码给你哈。一会儿我看起。好，我账号密码发给那个，谁？发给 Jeffrey， 发给 Jeffrey。哎，好好好，发给 Jeffrey。嗯，我在找哈。嗯，哪里来的？哎，我找不到，我怎么找不到杰菲的那个微信？你给我发个笑脸。啊，杰菲，你推一下，推一下，帮他推一下。谢谢啊，谢谢，谢谢。这我共享不了哎，这屏。这份可以共享，我账号密码发给他哈。应该咱俩有微信的，或者市场领导人那个谁？我跟你有微信。哎，好好好，嗯，好，账号发给你了。密码，直接复制粘贴，你进入就可以了哈。账户怎样登出？账户怎样登出？是没有登出的功能。有，在这边，我的上面，我看到右上角，看到，嗯啊。OK， 然后来一下子哈。等下我推。你推。好了。一下子啊，可以吗 ？OK， 一下子登录啊。OK， 一下子啊。OK， 我现在上线。复制粘。对，直接复制粘贴进去。好的。
最高的那个区，这个叫做什么区？登录进去了哈。没有没有，一下子，一会儿啊，一会儿。好。哇，你在我听登录进去了。好，你打开 DOT， 你点一下 DOT。好的，一会儿啊。嗯。你点开 DOT。不需要 connect audio， 你直接 share 就可以了。我知道。可以看到这里了吗？OK， 然后我是需要去交易。对，你点交易这，你打开 DOT 这个币，你去看看这个 DOT 的交易。OK， DOT 的交易。OK。你看浮亏是266是吧？你点开交易记录。交易记录 ，OK。好，盈利1025。嗯。好。这就是它的底部套利，你再来认真看看，你看第六单、第八单、第七单、啊、来回交易，第八单是来回交易，对对，来回交易。所以为什么我说底部套利功能是非常好的？你去看懂这个机制的人是不会着急哦，一时我赚多少钱啊，一时亏多少钱啊，或者我也浮亏了，根本不用担心的。嗯，对。然后第六的套利。出去卖出去了之后，然后他又买入嘛，哦，他又买入，好，对对对，又买入，然后又卖出，嗯，对，然后他又在卖出，卖出又卖入，对啊，一直进进出出嘛，对对对，你看就是7676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底部套利的一个最大的益处嘛。行情上来的时候，它整体出单有。是的，是的。对。行情出它整体。没有，这个没有整体出单有，因为这个是 DOT 已经是很久了嘛。上几天 DOT 起来的时候整体出单吗？没有，已经过了嘛。啊，整个交易过程你们是不是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对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然后第七的时候呢，他就各自出单了嘛。对。就是各自出单嘛，第七的。然后T7又买入嘛。对。又买入，然后过后呢，又在卖出了，这里又在卖出了，然后卖出第七，又卖出第六。对对对。啊，然后又在补。这个账户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总资金是74000U，总资金最大融资40000U，最大融资它是5月20号开启的。嗯，5月20号开始的。啊，所以5月20号下午5点是我帮他起的仓，1.8的配比。经历23号的那天晚上大跌，对，他的子弹打进去50%以上，嗯、啊，将近60%，但是呢，他到最终他的盈利，你们也可以看到了哈，就是单币种，这一段时间的波段并不是很强的情况下，好，他做到这些盈利，对。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的行情是属于什么行情？大家都应该明白，是属于盘整的行情。盘整的行情。对，盘整的行情，而且是不太可能短时间之内涨得很高，因为这个是一个规律，洗盘它需要时间的。啊，首先一点，前期的一些套牢盘呀、盈利盘呀，庄家不可能让这些人盈利那么容易出局。然后就给大家就一下把盘拉上去，所以说在这种盘整的行情下，如果老是在一个点，你们去把目前的行情的大盘日线拉出来，你去看看日线，基本上就是这种很小很小的波动，
这种很小很小的波动的情况下，我们有这样的盈利已经不错了。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要看有多少盈利，而是如何做好风控，控制好风险。对，确实确实。嗯，老师，这个账号是从20多号开始的是吧？对对对，21号，你看看。你好。21号下午5点。对，现在总盈利已经8000多了。嗯、对。嗯、而且这个账号我们是分就是分批做风控，就是反正让它随意跑的时候最多融资4万美金啊，剩下的资金我们就全部给它放到了法币里。你如果是你想做风控，你们下次可以就是自己做风控的时候可以把有一部分资金或者1/3的资金转到法币里，然后对它就是那 BB 交易这里的资金就随便他跑。对，嗯，了解了解。对，这也是我做风控的一个方法哈。嗯，我把我的动态的账号发给 Jeffrey 可以看一下，不过我动态的账号是被套的。嗯，好，我的动态的账号发给 Jeffrey 了。可以一会儿哈。来，啊，好的，也可以共享一下。嗯、好的，一下子啊，我身体停几十刻，然后我必须要登录。OK。嗯，你现在看的是15分钟的盘面哈。这是制图，制图。嗯嗯。基本都是在盘整、震荡、盘整、震荡。对啊，基本上都是在底部。对。底部震荡，所以在这种底部震荡的情况下，你想想看，是没有太大的利润套的，是日线了。啊，日线，日线，对。哦，日线，嗯嗯。对，是日线。对。但是你这样看日线，说真的啊，已经是属于那种山脚下的感觉。对，对我别人都想他赶紧起飞，我是希望他再给点时间，不要那么快起飞。对，这现在是盘整期嘛，确实是现在是最适合时间做这个量化的。对 对, 对对。前辈你好了，给你。我好了，我好了，你给我。好。点开目标收益那里。OK。什么？军饷。军饷，目标收益。啊。要细明吗？这个不用，这个月不多。好，这个月你看是568U。对。之前一天都568U，前一段时间啊，519之前，好，一天就568U。啊，我是3月初。开始做的，3月初开始做的，是赚到13902U，而且还有就是，5000U是直接发到货币的。哦，5000U直接发到货币哦，嗯，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是分佣嘛，对呀、啊，手续费分佣嘛。对对对。对。嗯，就是货币分佣嘛，所以其实这点钱。不好意思展示给大家，因为也没有赚到多少钱哈。我相信可能之前大家做一些项目，也许一个月就赚几十万也有，但是最关键，我也曾经一个月不要说赚几十万，我在2015年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做 3M， 一天的奖金就12万，纯动态。嗯，有用吗？别人伤痕累累。对。对，然后5个月以后没了，3个月以后没了，你又要面临再一次的选择。再一次选择的时候，自己没有调整过来，伙伴没有调整过来，人家对你的不信任，种种打击，又让你重新去开发 IP 市场，很累的。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一点是很能表明一点。我曾经把我的第一个月的优截图给别人看，然后我说你做个记号。我下个月还会发给你，我还会让你做记号，你知道吗？我让你看着我的成长，
应该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着别人比自己进步的速度快。确实确实。嗯。Okay, 对，其实今天你们也看到我的收益了，不多，但是呢三个月五个月以后我继续会给你们分享我的动态。对，我一直说就是逆境的时候弯道超车，在这一波下跌的过程中，很多的人沉浸在什么中，恐慌中。我们要在金融里面想赚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别人恐慌我进场，别人进场、嗯、我恐慌。对不对？人在弯道嘛。对对啊，好的好的，谢谢欣欣老师的分享。你们看其实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些量化，就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就是洛克因已经做好了，就是分组的嘛，然后主流币是主流币这些东西，包括我们一些风控的，你看目前还没有打开、嗯、然后一些最高的、我再给大家分享一点利好消息好不好、好的 3.0 吗？对对对，我给你们分享不仅是 3.0 的消息哈，给你们分享我们今天的开会的大利好，可以说非常大的利好。从明天开始 APP 有可能就会通知接下来15天所有的人帮你赚钱，公司不收一分钱的手续费。哦，很好很好很好。大利好对吗？大利好大利好。要看行情，如果行情在半个月左右涨上去了，那公司开始收手续费，那么大家推广的伙伴正常的充值300U，只是不扣手续费，不扣，帮你赚钱，不扣你一分钱手续费啊。第二点呢，就是公司考虑到前段时间的519有一些老的账户，就是被套了的账户，就是说，哎，你大家都没赚钱，还要扣手续费，这一说，所以公司采取所有的人都不扣手续费，即便是新人进来，你充值了也不扣，半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是大家最好的时期，借这个时期可以去整合别的量化，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是行情没有涨上去，公司有可能会30天不收手续费，但是辛苦我们所有的动态暂时不拿奖金，暂时不拿奖金，我们同意啊，因为只要伙伴们赚到钱了，我们未来才会赚到大钱，我们同意啊。对，这是帮我们整，就是在打转手的账的时候，公司有这么大的格局，公司都愿意不赚钱，那我们在乎这点干嘛？对对，确实现在是最好的时间了、如果是这样讲的话，15天到30天里面完全不是手续费大家可以整合很多团队进来，就是大家充值进来钱，你光给你做交易赚钱，他不扣你手续费，一分不扣。嗯，很好很好。嗯，好。然后 3.0 大致上已经是7788了吧？3.0 差不多了，在测试，90%都已经好了。3.0会上币安，也是你们期待的。3.0会上币安。对。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大家都用公司的就是链接去做推广，因为公司也很大爱，我们也希望公司也有也可以赚钱。为什么？因为你去给币安合作，你去给币安谈，说我可以给你带来1000用户2000用户，结果人家都是老的币安，人家怎么知道是你洛克云带来的呢？会很没面子的。嗯，明白明白。对对对，这是一点。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 3.0 的话，它会开通10几种策略出来，但是是你专业的人可以去申请向你开放。向你开放，你理解吗？就是对于小白来说不开放，就是不让他看到。为什么？他看到太复杂了，他搞不定。然后但是专业的人他不看到，他心里又难受，又不没有安全感。 OK， 你认为你是专业的人，你可以在后台申请打开交易策略的全部内容， 3.0 给予开放，哪一个策略用多少 U， 抗跌多少，你可以设置百分比，你可以设置止盈止损，就是止盈点给买入点，但是它是针对你自己去申请，你不是像所有人都是无条件开放。
对，我明白，就是之前张总讲的，就是说必须申请才有这种的特权嘛。对呀、啊，你申请你打开、啊，但是你为你自己的资金负责、啊，他也告诉你大概用资多少、啊，做多少单。对，他是给一些比较对市场上比较了解专业的人才去做的。哎、对对对，嗯就是、所以这样大家能理解吧？哈，反正公司呢是利好不断。也是很有格局。如果是纯粹为了赚钱，他就不会这次啊，手续费一分不要，然后让大家。对对，这样新手就继续用回他的新手的版本嘛，就是目前的版本。对对对，是的。好的，那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新远老师，谢谢你。好，谢谢，拜拜。拜拜。OK， 谢谢心理老师的分享。OK，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吗？你们只是需要开回你们的麦，就是你的麦克风就发问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是需要了解更多的，就开发问吧。还有哈，我暂时也不会退出，你们有问题、你们尽管发问哈。如果我知道的，我可以帮助你们解答。好，你们讲，我会听的哈。有吗？大家有问题吗 ？Jeffrey， 你的 camera 没有开。哦。OK。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杰斐你简单介绍一下那个马就是市场计划嘛，对不对、啊、市场计划，对。 OK， 好，我就讲一讲市场计划。其实我们市场计划很简单容易了解。一下子哈，来，我们的市场计划 ，OK， OK， 我们市场计划其实蛮简单的哈、哦，我们其实蛮简单。当你是一个注册了之后成为一个有效用户呢，其实大致上你就是红旗吧，哦，大致上你就是红旗 ，OK， 你红旗 ，OK， 你所直推的第一个到第四个人呢，你拿到的直推是20%。OK， 20%呢，意思是讲呢，我们就是洛克银的手续费是70/30嘛，对不对？对不对？三十里面的百分比的三十的百分化的20，就是等于这里的6%啊，就是比如讲你直推一个人 ，OK， 那个人就是今天赚了一个100U， 这样他就拿70U， OK， 你就拿6U， 明白吗？你就拿6个U， OK， 这个就是红旗哦，只推1到4个有效用户啊，1到4个用户， OK， 当你推到5个用户的时候呢，你就升旗去黄旗。OK， 黄旗呢，你的直推就变成40%，就是等于12%，啊，12%，就是说，如果是说他你的直推是赚100U 的话 ，OK， 你是拿12U， OK， 你就是拿12U， 你直推的人是拿70U， OK， 12U 啊，就这个就明白了。OK， 当你有直推10个用户 ，OK， 其中一个用户是黄旗，这样你就升去叫做绿旗。但升去绿旗呢，你就有一个直推40%，兼推30%，就是等于一个9%跟一个12%，啊，9%跟12%， OK， 这就是绿旗。OK， 当绿旗升级进蓝旗呢，你必须要15个直推。
OK， 十五个直推里面其中一个是绿旗， OK， 其中一个绿旗，这样你就有资格成为蓝旗，然后你的直推是 40%， 兼推 30%、啊、你还多了一个津贴，就是团队管理津贴 1%、啊、我津贴 1%， 然后你就是有，你如果你碰到两个蓝旗，就是在直线上碰到两个蓝旗，你还是可以拿 1%、啊、就是在你的评级的同这情况之下，就是说你一条线下面你遇到一个蓝旗，你还是拿这个蓝旗所有的1%。你再下去的话，再遇到另外一个蓝旗，你还是照样他拿他的1%，直到你遇到第三个蓝旗，这个1%就没有了，然后就1%就没有了。OK， 就是说你直线可以遇到两个蓝旗，平级的蓝旗，然后直线呢不是旁线，就是直线，所以是要遇到。的话你也是很难的、啊、两个蓝旗在一个直线。OK， 这样你怎样升去紫旗呢？就是很简单，你必须要20个用户里面最少有两个蓝旗， OK， 你就紫旗。OK， 直推 40%， 兼推 30% 都是一样，然后你不一样的就是你的那个叫什么团队管理津贴就是 4%， 啊，这个是 4%。OK， 你可以遇到多少个子旗呢？就是四个子旗，就是一条线下面，你在四个子旗里面，评级的四个子旗里面，你还是拿他的团队的 4%。OK， 直到你遇到第五个子旗，那第五个子旗下面的就不管你的事了。哦，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奖金制度。哦，这个奖金制度呢是完全没有泡沫。全部都是从这个30%里面分成出来的，总共我们分出来是大概88%，啊，88%就是等于这里的26.4 ，OK， 然后公司只剩下3.6而已，公司只剩下3.6%，就是你的下线所赚的100美金的话，公司只拿3.6，我3.6，我就是3.6而已。3.6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奖金制度。除此之外呢，那个利润就是一个手续费嘛，这个手续费货币网的手续费啊，我们64%嘛，40%货币网给我们40%，40%里面的一半是分给子旗的，哦，是分给子旗的。OK， 前50名业绩最高的人，然后就是得到分这个50%，然后货币白纸费的50%，这个就要看市场了。哦，市场越大，你分的越多。哦，市场越大，你分的越多。OK， 嗯 ，OK， 目前呢，就是在马来西亚团队呢，就是给了我们一些比较不同的一些优惠，比较不同的优惠。哦，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尝试的用户呢，哦，我们只是需要开始100个 U， OK， 尝试用户 ，OK。然后，如果你是说你要做团队要升级的话呢，你只是要补200个 U， 这样你就可以有资格做市场了，有资格做市场。如果你只是要尝试的话，大市场你可以开始100个 U 开始，哦，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支持，哦，很好的支持，就是说做一个大领导子旗来讲呢 ，OK， 你要做一个子旗呢，你只需要有20个用户，哦，20个用户，你就可以升为子旗，可是审核期是2个月。2个月之后呢，你必须要有达到有2个蓝旗，如果你没有达到这2个蓝旗的话，你就会降级。OK， 所以这个是公司给我们马来西亚市场一个很大的支持，尤其是一些大领导呢，你可以直接升子旗，只要你有20个直推，你就子旗了。OK， 子旗了，在2个月里面，你这20个用户里面，其中有2个达到蓝旗，这样
你就是永远的子期。OK，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降级，就跟着你，你的下面的人是达到什么级别，这样你就得到什么级别。OK， 这是市场给的一个，就是公司给我们马来西亚市场的一个很大的支持，只是给马来西亚市场啊，只是给马来西亚市场，其他市场是没有的。OK，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个奖金制度？有吗？大家有问题吗？还是已经 stuck 住了，太多的资讯。那些资讯太多。太多的资讯，可能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时间也长了啊，九点半了，就是已经过了我们预算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哦，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你们把你们介绍进来的人，然后他直接去向他提，向他问一下。啊，看一下是啊、你想要了解什么，就直接找你的介绍人就好了。然后我刚才在这个 chat 那边有发一个 Facebook 的 link， 那是我们洛克伊马来西亚的这个 Facebook 的 page 啊的连接啊，请大家也过去 like 一下，支持我们一下，因为更新资料是很辛苦的，好吧？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这样我们谢谢 Jeffrey， 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OK， 谢谢大家。Hello。Hello。Hi， Mr. Beth。还有几个人？还有13个人，来 ，Mr. Bay 要问什么来？你问什么问啦？不用紧张吗？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有啦，没有问题啦。我看你们在讲，我有认真在，你们是在听哦。认真在听，结果他把麦拿掉。Yeah， Jeff， 你可以 stop your recording 了。Okay。